这张卡片呢是关于合一，还有神圣觉醒。什么是合一呢？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，彼此交互影响的，我是你，你是我。刚开始我听到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我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我是你，你是我。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我的课题也是朋友的课题，朋友的课题也是我的课题，我们彼此帮忙，互相帮助，我们都是在一张绵密的网上，那也就是大家说的合一 oneness 的概念，我们彼此是交互影响的，我们彼此都是宇宙的一体。很多问题呢，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啊，该怎么解决呢，好苦恼哦。但如果你用一个觉醒的角度去看，好好的静心冥想，参透这个剧人生剧本是要给你什么，是要你跨越什么的时候，你处理问题的态度、高度和方式都会不一样，灵感就会进来，你知道怎么样会是最圆满的把这些事情做好。那我们在顶轮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开始静心冥想，跟自己的高我、更高版本的自己做一个连结。内在的智慧其实一直都在你身上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就是透过擦拭啊，去除噪音的方式，让那个声音可以被显露出来。冥想就是在做这件事情，让你跟自己做更好的连接，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，而不是世俗上面大家所期待的样子。